粉丝有送过你什么就是奇奇怪怪或者特别喜欢的礼物吗？他们我觉得特别暖的是有一次我有收到一个药箱，然后里面就是什么样的药都有，就大病小病什么样的药都有，他就会担心我生病啊什么的，当时收到的时候觉得挺暖的。所以平常练习的话都有一些什么科目啊比较多一点？练习吗？嗯，练习就是唱跳，然后我自己会创作这样。所以你大概从多少开始练舞的？练舞的话应该练了大概有3年的样子。所以你觉得什么，你筋是属于比较软还比较硬的那种？筋不算特别硬，但也不算特别软就是我是那种压筋的时候特别狠，就会很不怕痛的那种，就是会往死了压的那种。那你有带什么，就那种比如说护身符啊，或者你睡觉一定要抱的什么枕头啊？我带了一颗努力的心自己爱自拍吗？自拍虽然说他们都说别人拍比我自拍好看，但是我还是有自拍。所以自拍的话满分10分的话给自己打几分？6分吧。别人拍的话我觉得应该有8分，就是他们比较嫌弃我的自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我自己觉得挺好的。那你一般自拍是什么类型的？我一自拍一般比较酷一点。那如果给你个超能力？超能力啊，瞬间移动，可以去到各个我想去的地方，然后只需要1秒钟的时间。所以是个喜欢旅游的人。就是因为很喜欢，然后又没有时间去，所以一直都特别想尝试。我想去马尔代夫，因为感觉很浪漫。所以想跟谁一起去？想自己一个人去。自己去一个很浪漫的地方。就自己跟自己浪漫呗，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所以你有想有些什么偶遇的吗？偶遇？偶遇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吧。小动物。啊，甚至有养过吗？小动物？我有养过一只小狗狗，然后它走丢了。说起了我伤心往事。所以看你之前那个个人表演的时候有用那个篮球是吧？对。所以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。我超爱打篮球的，我在美国的校队，然后因为校队很多都是外国人嘛，然后我们中国人稍微少一点，然后就会特别努力的训练，想要为中国争光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在国外。所以你是打什么位置？我打大前锋，然后后卫都打。我弹跳很好，所以 我抢篮板还是可以的。如果在你脸上跳一个五官，你最满意会做哪一个？眼睛吧。现在让你的眼睛表演几种姿势，你 OK 吗？开动。开心。比赛进入决赛，一轮就被淘汰了。家里的狗狗走丢了。我要哭了，我现在不能哭。突然在比赛现场看到了你的父母，等一下，所以你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？看到你爸妈来，为什么脸不抽搐？为什么我爸妈会来？他们一般来都不会告诉我，就偷偷在下面，因为他知道我看到他们就会有点怪怪的，就是自己表演的时候看到突然看到自己的爸妈会跳戏。所以